吃烟肠，吃烟肠哦。哎，你好，嘿嘿，哎。干啥？三档鱿鱼。哎，三支烟肠。我喊鱿鱼。啊，鱿鱼一只。鱿鱼要香无？好好，哎，安尼多少？230。230，对对。谢谢你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好，新年快乐，嘿嘿，啊，是新竹香山，嗯，哇，好爽哦。香肠鱿鱼要第一次在新竹，哎呀，开放式的西滨，开红绿灯这一段，还可以出来吃个香肠鱿鱼，再看个海景再走。嗯，不能放，超好吃的，整口咬下去就是，口咬下去都是猪肉香。烤的刚好，你看没什么焦，假正。嗯，好吃到把那个竹签咬断一截。哈哈，嗯，3只110，便宜。叫什么名字？叫炭烤香肠鱿鱼。超厚了，然后用到这样一截，这么一大截，哇！哦哦，哇！筋肉蛮多的，咩一块咬下去那种肥肥软软，吃起来那烟肠那怪怪，这个整个我咬下去很赞。很扎实，啊，鱿鱼他有帮我，哦，鱿鱼有切过，没办法，有切开让方便你吃啊，切开，切一块块，哦，我靠，这超鲜，哦，有感受到海洋的气息，哇，哇，这样咸甜咸甜啊，又有加点中辣哈，小辣小辣，哎，还有像那个科学面捏碎咬一咬的味道，很香哎，咸甜啊咸甜啊，哇，很酷，然后切了一小块一小块，我帮你切好了，切了一小块，这样很方便你吃，特别抱歉。新竹的海边，新竹的西滨，吹海风吃鱿鱼，哇！你看，沿路都有重车有经过，也不错啊。西滨这一段平面，还是希望它做高架了。哦，这边既然不做高架，其实是真的很难跑，但是也可以看海也没嘛，没办法。人家车有抓包啊，轩仔在西滨海岸吃鱿鱼。然后目前吃到现在哦，它这只大鱿鱼里面没有那种一层那个，你要说塑胶膜嘛，那个膜就很难咬那种了，要吐掉那种了，这个没有，我都帮你用掉了。
口下去真的是它海味哦，野味哦，然后还有那个调料有那种科学面的感觉，很酷，就我觉得甘甜啊甘甜啊。现在比较喜欢在户外拍《美味骑士》，不然在室内那个疫情关系啊，哦，室内的我都打包，户外就在外面吃这样。就主角吃完很赞，或者是很赞，炭烤鱿鱼，哦，推荐给大家。哎，塔哥，你叫我垃圾袋吗？好哦，谢谢谢谢。好哦，好吃，谢谢，好吃哦，超赞。很鲜啊！素油。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件推荐给大家。经过新竹象山这段平面的西滨，都会看到那一摊香肠鱿鱼，看看，这次有机会吃到。好，等一下平面就会有一些可以汇入主道的方式。